先生，您看这只包怎么样？现在我们店在做活动，只要999，这只包您就能拿到手。这不太好啊。好，您稍等吧。您再看看这一只，这是我们店的促销款，现在只要5000块。这也不太行。还有的，您看这一只，这是我们店的爆款，就是价格稍微有点贵，12200。有没有别的？先生，能冒昧的问一句，您买包是做什么用吗？给我媳妇儿过生日。生日礼物？那我们这些包还是很不错的，您再看看。这些都不行。是有什么问题吗？他昨天过生日。哦，昨天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经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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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事啊？这位先生要买一个包送给他老婆做生日礼物啊，可以啊，先生，我们店里这些包您都可以考虑。但是他老婆生日是昨天，昨天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店长，店长，店长，快来！哎呀，这位先生想给他老婆买一个包做生日礼物。可以啊，先生，您看一下，我们店里的包都很适合。但是他老婆的生日是昨天，昨天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先生。您放心，这种事儿我们处理过。先生，这就是我们的镇店之宝，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别说是您忘了他昨天的生日，就算是您忘了他去年的生日、前年的生日，他都能帮您全部解决。对。支付宝到账268600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咻咻咻咻咻，短。陈翔六点半。